月九号，李亚男晒出一家三口合照，为王祖蓝庆生，并配文：“老公，今年的生日礼物你还喜欢吗？”这是李亚男首次晒出女儿正面照。照片中，王祖蓝和李亚男一起嘟嘴亲吻女儿，小公主乖巧地看着镜头，双眼皮超可爱，十分有趣呆萌。王祖蓝随后转发并称：“你和 Gabrielle 都是我最好的礼物。”有网友更是调侃道：“宝宝好可爱，还好嘴唇像妈妈，完美，超美的宝宝，一点也不像祖蓝哥，真是十分有趣啊！”据悉，王祖蓝与李亚男恋爱9年，于2015年2月14号举行婚礼。结婚3年后，于2018年12月17号生下女儿 Gabrielle。一家人终于整整齐齐啦！芒果捞新闻，祝王祖蓝和李亚男永远幸福呀！不打。